大意了，没纸了。没救了！女王，女王大人，过来，快快快！女王大人过来呀！我以后叫你女王大人行吗？可以啊。简称女王吧，行吗？我，你过来一下，我告诉你个问题。啊，不拿纸呀、啊，没有纸了。不管我怎么出去，女王把拿手吧。拿手，那是印度人才拿手扣的。你要敢让我拿手，我就，我跟你说，拿着手我就跟你握手去。啊？什么呀？搓什么呢？搓泥儿呢？我靠，财迷！妈呀，色诱我！钱包够吗？等着，等会儿。怎么了？行不行啊？啊？给你，快点，不打纸。够吗？够了吧？100块钱，哈哈，终于可以擦屁股了。妈，这点够谁用的？我那么大的屁股，啊？就够一张了。哎，多少钱呀、啊？多少钱？我买一张吧。怎么那么多钱兜里边？啊？啊！再给你买，这回够了不？小金库吧，这是。啊！再来，把兜里边都给我。最后50了，这250得了，快去吧，250。250，这点够谁用的？快去，真的没钱了，这250块钱，这刚搁兜里，要跟哥们吃饭。这兜里有没有？那兜里。这兜里没有，这兜里等于手机了。嗯。啊。快去吧，谢谢了。天哪，大地呀、啊，卫生纸多天来呀、啊！这回我叫我的孩子去拿吧。哦，一卷儿，啊，太棒了！有给你擦吗？啊，不用，亲自给您擦，再给我两张。这就不是两张的问题了，那得20多张了。啊，有救了，太有救了，啊！